碰撞，我仍然会不停地眺望。啊，即使等不到结局的灿烂，我依然不灰心。啊，脚上的枷锁越来越沉重，但我清醒。请问一下，这首歌是谁唱的？哦，那是我自己的歌啦，还没有发表过。很好听，我以前也常常会弹弹吉他，唱唱歌。哦，真的哦，所以你也会写歌？已经很久没有弹了啦，几乎都快忘光了。那还是你要不要弹一下？吉他可以借你。不用了啦，谢谢你哦。嗯，不过我倒是觉得。以后啊，我多了一个地方可以常来。欢迎常来孟子期。嗯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。哎，大家动作快一点，再不出发就来不及了。阿兰，不好意思，快一点啦。马哥，来了来了。这么久。哇哦！考到时候还是用机器人，机器人。是海豹。厉害吧？对 ，OK。呸！大志，快点呀！你有事？大志。好，来了。好兴奋哦，要考试。好了没？好了。OK。风格不同，扭啾啾，没有吊带，是什么动作？好了，今天要去考试，希望大家都能够顺利拿到好成绩，都能够过关。OK， 麻烦说你得失心不要那么重啊。不会啦，我陪你们去的嘞，我随便有中没中无所谓。对哦，你不要讲的一派轻松，没上就在那边，不会。没上就重考啊！对啊，好玩嘛！走了，来不及，来不及。等一下，帮自己加油打气一下。好好，来，一二三，叫叫叫，走走走。哎，哎呦，你来扶一下，这是我的。这也没什么难的了，很简单啊。嗯。秋婷，我觉得评审已经听到我的好歌喉，终究会变成 Super Star， 所以我们就可以去新区跟东区唱歌，然后你帮我直播给亲戚家属了。哎，我还以为说要站多久，结果评审只看三十秒，啪就过关了，很简单啊，对不对？王经理呢？是啊。好啦，没事啦，这没什么了不起嘛，这次没考上，我们下次再来考就好了。中华新跟国父一样，至少要是十次。哎呦，是不用考那么多次啊，一次没有上，下次就一定会上的啊。哼，而且他说什么你抄袭三人，是他们没有眼光。我跟你讲，那些骗人，他们根本就不懂，好不好？对啊，搞不好是三人抄袭你。啊，没事了。可是你们陪考的都考上，我去。不是啦，马大哥是踩到狗屎，我是狗屎运啊。我这什么功夫，怎么可能考上，对不对？我是运气好啦。哎，恭喜。话这么说啊，运气运气啊，再接再厉是真的一定会上了啊！我就是三藤啊，哪门子的抄袭？
不好意思，我电话来了。没事了。啊，喂，哎，是我是赵雅芝的经纪人。好，地点。好，15分钟后到。好，拜拜。又接到 case 了。对啊，一个制作公司要找两只当女主角，所以现在就4件。哎呦！好了好了，你们去了，我别关心了。对对，啊，怎么样？跟你稍微注意一下啊，前面有一条河，啊，你要好好照顾光线，它随时可能。你不要乱讲话了，没那么脆弱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神经病。好了，你们赶快去了。没事了。OK。加油啊！哎，祝你顺利成功啊！拜拜。拜拜。真的没事哦。哦，不要想那么多。跟马大哥一样，来深呼吸。那肚脐，哎，世界还是很美好嘛。我们下次再考，好不好？那些评审根本不懂。是这样的，我们要拍一部迷糊派，女主角是一位傻瓜糊涂女神探，我们会把这个女神探形塑成人文人武女版的福尔摩斯。哇，这个我可以。不想不要说。感谢制作。无论如何，你们给我们角色，我们都会全力去演。但想借问一下，制作是在哪里知道我们？啊？因为上次雅芝有去试镜秘书兼保镖的角色，那部的制作人觉得雅芝的外形很好，也很能打，所以特别推荐给我。这是真的，不信我给你看。干嘛？推进来，推进来，敲停，敲停，敲停。啊！啊！你滚啦！我很厉害吧？你上次出不出来就是没上，你在那边演。你走。没事没事，这个感觉啊，就是我们要的。谢制作人。糊涂你有了，傻瓜你有了，女神你也有了，但碳你没有。什么是碳啊？简单来说，既然是女神碳，在剧情中势必会有侦查办案的内容。我希望你们找一家侦探社体验实习一下，至少一个半月到两个月，公司的剧本出来之后再提供给你们看。所以说这个角色是确定了。雅芝是很适合，但是还是要看他到侦探社实习的如何，我们最后再来验收。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的。好好加油。还有放心，我们这一部是讲国语，不用讲台语。秋婷，不要讲台语。啊，谢谢制作人，谢谢范。谢谢制作。下来了，我看到你了。你转了一圈到我旁边。不要讲了，这样被发现。对啊。就先演一下。这怎么演嘛？这么明显，这么大只，你跑到沙发那边去了。你转了两圈又到旁边了，我看到从头到尾都看到你了。很厉害吧？好厉害！你说你很会跟踪，你很厉害。那当初你跟踪小仙姑的时候，怎么会跟踪丢了呢？跟踪我？哎，叶叔，你不要听马大哥那么乱讲。有啦。没有，没有，哪有？我早就知道了啦，你们跟踪记录那么烂。哎，等一下，雅芝，你说现在就是说你要找一个征信社去实习嘛？嗯。那你征信社找到了没有？这个没有。啊，不然我去公庙帮你问啊，因为人那么多，搞不好认识的、啊。哎、欸，真的吗？对、okay. ，那就麻烦你了。对，哎、欸，对数，那雅芝就麻烦你去帮忙一下，因为我爸出国，我要回花莲一趟。没问题啦。秀婷，别担心，有我在。对啊，真的很谢谢你哦。谢谢你。我跟秋婷都很谢谢你。雅芝，雅芝，我刚刚说我也在，我会帮忙，没问题的。嗯，这个谢谢。对，谢谢。我说我在。我跟秋婷真的很谢谢。我说我在。
我说我在。对，谢谢。是。好感动。Hello， 我说我在，我也会帮忙。是。Hello， 谢谢。Hello， I'm here。小仙姑，你怎么在地上跪啦？这里有垫子可以跪啊，这样子你膝盖会痛哎。啊，怎么没有看到公主跟公主女啊？叔叔，我现在在人间，我没办法讲话。哦，啊，你跪很久了呢，如果累了就休息哈。好了，我不吵你了。小仙姑，来来来来，快坐下来休息。哦，你跪很久呢，而且你的膝盖都没有带护膝。哦，还是我叫那个傻姑娘买一袋回来。哦，不用啦，叔叔，他已经买了啦，只是我阿爸说不可以用。嚯、哦，你的阿爸真是的哦。那么是规定啦，脸又都要这个样子啊。啊，你当我的媳妇之后，就不用再做这些了啦。啊，叔叔，所以你希望我结婚之后就不要回来公庙服务我？也不是啦，啊，这样好了哦，你一半的时间哦是留在家里，啊，一半的时间就留在公庙，好不好？可是你每一天到晚都在公庙，叫我在家里很无聊哎。生小孩照顾小孩啊，那个叔叔就可以抱孙子啊。叔叔，你想太远了啦，婚都还没结，你在想生小孩？哎呦，叔叔就很期待抱孙呐、啊。可是你阿爸开出那个条件哦，实在是。不过没关系啦，我为了傻姑娘跟你哦，我尽最大的力量后去帮你们说，好不好？啊，叔叔，我问你哦，你有认识征信社的人吗？有啊。哎，你要找人哦？不是我啦，是赵雅芝，她试到一个角色跟侦探有关，然后制作公司希望她先去实习。哦，这个事情小事啦，我处理我处理，好，我来安排啊。来来，喝茶来。谢谢叔叔。哦，跪很久哦，要稍微热敷一下哦。哦。哦。欢迎光临。欢迎光临。哦，姑娘书记。嗨，张飞。啊，上辈上辈、嗯，我要给你那个舞蹈教室的名片，他们重新开幕，你打电话过去看看。我不好意思啦，这样一直麻烦你。怎么会？我上次要帮你都没帮到。不要这样说啦，面试本来就是靠经验累积的、啊。你看我这一次我就面试成功了。嗯，你赶快打电话去吧。好，坤亮，我出去打个电话。哦，好， 好 ，OK。哇，好香的咖啡哦！嗨嗨，哇，现在店长要顾外场吗？对啊，偶尔也是要顾一下。辛苦了，现在梦里些员工什么都要会。嗯，来，先给你们。谢谢谢谢。书记、啊，对方很热情，而且他们问我今天晚上八点能不能去面试。真的、哦？可是怎么那么晚啊？哦，因为对方刚开幕很忙啊，所以我就答应他。韩亮，不好意思哦，今天晚上八点要去面试。哦，那你去没关系啊，我在忙人过来。你去面试完就没有赶回来，没关系。谢谢韩亮。嗯。帮我收一下。好。嘿，韩亮，光心呢？哦，他去考街头艺人了。街头艺人他自己去啊？嗯，马大哥还有邱林还有赵志陪他一起去。哇，他们在起什么哄啊？那结果如何？结果陪考都考上了，光自己没有考上。哇，他应该会很伤心吧？找时间大家去安慰他一下吧。哦，应该不用啦。上次一千万发票没中的经验，他这次应该可以调试好。什么一千万的发票？就是上一次郑光新对错月份，所以他以为他中了一千万。我在想，大家都中，他没中。都要打击力很大、啊欸、不然上辈、嗯、你晚上回去公寓的时候看一下光熙会怎样，如果有奇怪的地方跟我说、嗯、但为什么不直接问邱又廷，他不是住同一间？邱又廷他落井下石的，嗯，猪队友，是啊，猪队友这么烂。
其他人都考上了，结果我没上。说好要用街头艺人的名义画一张我们两人的自画像。好想好想躺在你的怀里，静静听着你的呼吸。还记得那年的旅行，你忍耐一下，我一定会拿到证照。那一刻希望时间能暂停。好想好想你，好想埋怨你。这时候好需要一杯鲜鲜味牛奶。来，再吃奶。谢谢。想不到办个活动这么累，还好有这杯鲜鲜味牛奶。什么鲜鲜味牛奶？没有啦，我之前在宽亮上班的地方都会称他帮我弄的牛奶叫宽亮味牛奶，这一杯是你弄的啊，所以我叫他轩轩味牛奶。哦，那轩轩味牛奶一定限量的哦，平常喝不到。平常喝不到？嗯，那我一定要好好珍惜这一杯喝不到的轩轩味牛奶。评审委员说我的画像在临摹三特，没有个人特色，连评审都知道三特，还是对光鲜这个名字不好，所以评审才不懂欣赏我的画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难怪你最近不常出现在孟时期哦。你来做什么？我来这边的舞蹈教室应征教练啊。应征？嗯。你健身房不做了吗？他不是帮你调整到最好的时段了吗？你怎么会知道我健身房改时间呢？舞蹈教室应征教练啊。应征？嗯。你健身房不做了吗？他不是帮你调整到最好的时段了吗？你怎么会知道我健身房改时间了？宽亮跟我师父跟我讲的。也是。好了，我要走了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换证。哎，都这么熟了，还需要换证哦？电梯帮我按一下就好。小气。啊！不要看啦，很丑。认真看一下，是长得有点不太像。工作的时候看书这样对吗？你管好你自己的面试啊！你哪还要你管？嗯。加油！没关系啊，光鑫，我们都知道你会画画很有天分，但就是因为这个三成比较有名，所以难免会拿来比较嘛。对啊，心里下次可以尝试画一点有自己风格的东西。好，我一定努力的。哎，你现在不回家是怕被媳妇亏啊？没有啊，他没有亏我哎，反而安慰我，主要个性变蛮多的。真的假的？不好意思，怎么打？上威，上飞，坐坐坐。宽亮不是说你面试完之后就可以直接回去了吗？我就很习惯的又回来了，啊，没关系啦，我可以帮忙整理啊。
你面试怎么样？哦，那个主任很愿意让我当正职，时间是从早上7点到下午3点，但是他的薪资没有店长你介绍的那么好，而且时间卡得很死，所以我应该不会再去。没关系啊，再找我看吧，反正这边你很熟悉啦。对啊，而且我们跟小袁都觉得你进步很快。你们知道我今天遇到谁吗？谁啊？我遇到小袁耶，他在大楼当管理员。管理员？其实他是妈妈爸代班啦，他爸爸可以退休了，但是他不想要小袁一个人负担，所以他就继续在大楼里面当管理员。然后小袁不想要他爸退休之后退化得太快，所以就答应他代班。所以他是帮他爸爸代班？对啊。之前就有听正阳说小袁其实很孝顺，但是因为孟时期没有办法提供优渥薪资给他，就只能让他算是今天才这样子。看小袁平常样子真的看不出来，我一直以为他是闲闲的富二代。他个性就是这样，习惯武装自己。对啊，跟我一样。你也是哦。你有武装自己。所以琼柱现在盯你盯这么紧？也没有啦，就跟平常一样啊。那他有没有提到什么时候更换金？噔噔，他说等你找到小白兔的时候。哎呀，我们小白兔跑得越跑越远了。没有啦。赵老师你在干嘛？哎呦！干嘛？好干嘛？赵老师你刚穿这样啊？好看吗？好看。耶！哦耶！好看。你都不懂，我穿这样你都不懂。我呢，下去应征的，穿这么端庄，这么正式呢，就是希望给对方好的印象。而且呢，如果公司指令我任务，我马上就会出任务。等一下，所以你说你要穿这样去跟踪啊？对啊。你哪来的灵感？马大哥，我做了很多功课哎，我有去看那些跟踪的电影，他们都穿这个样子啊，他们有纸面墨镜，还有这个，这个口罩是必备的。我穿这个样子混在人群当中，就没人知道我是狗仔，你知道吗？这样很好跟拍的啦。雅芝，那个是拍电影，因为拍电影他才会把它装扮成这样，那是因为好看。现实生活中没有人穿这样子，拜托好不好？小仙姑啊。你们是要去哪边应征？你们两个要去安全吗？沈叔叔介绍的应该没有问题吧？哦，是主委介绍的。哦，那主委介绍应该 OK 了。算了，你我放心，有雅芝在的话，我看我还是跟着去好，反正我也有时间，我陪你们去好了，给你们点意见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就一起去啊。OK。太好了，有马大哥陪一定没问题，一定会很成功的。OK， 没问题。可是马大哥，你就穿这样哦，那你有什么其他衣服？比较正式的吗？我干嘛要换衣服？我穿这样还不好吗？我有打球具，而且是应征工作，是你应征工作，又不是我应征工作，我只在旁边看着你们就好了。我换什么正式衣服？你不可以这样讲，我们是 team 哎。我们要不要准备队服啊？你要准备队服啊？那我去准备拉拉球。啊！你们两个有事吗？穿队服，谁会不知道我们征信社啦？对啊，你要不要想个队服？好啊。你们确定是这边吗？灯也没有开，然后也没有人，然后闷得要死，到底有没有在营业啊？马大哥，啊，我觉得这样子暗暗的，有神秘感吗？暗暗的哪里有神秘感？哪里有神秘感？没错。女人我最大，男人皮皮错。我们征信社就是在黑暗中保护所有女性的英雄。英雄。哇，好像真的有英雄耶！
女人我最大，男人皮皮刷。我们真心社就是在黑暗中保护所有女性的英雄。英雄。神经病！你们进来吧。你在兴奋什么啦？你去啊！好。那什么好神奇啊，就声控而已啊。你知道我每年花费在电费上有多少钱吗？要节省一点，救救北极熊。马大哥你好笑，你兄弟啊。你在胡说什么？什么我兄弟啊？我是精打细算，我比他厉害多了。三位请坐。我就是这女人我最大征信社的社长，请问三位来这边有什么事情需要委托的吗？我们是沈彼得沈叔叔介绍来的，因为这位赵小姐呢，她接到了一个侦探的角色，所以呢，我们想要在这边见习。哦，这样啊，沈先生啊，已经有打电话来知会过了，我会安排 case 给这个赵小姐。但是呢，这个工作非常的辛苦，哎，只有上班时间，没有下班时间了。哎，王经理，我知道。更重要一点是，我们不补贴交通费、餐费，还有一切费用。可以。最后，毕竟是我们提供这个工作机会，所以在这个期间啊，没有薪水。啊，先生，给我这个宝贵的机会。最后啊，如果有在这个期间呢发生意外的话，你自己负责，本公司概不负责。哦，没问题 ，OK。你在 OK 什么啊？哎，不是我说你，你就太小气了吧？哪有做个事情什么钱都没有啊？你好歹给个车马费嘛。就算没有车马费，那也要帮我保个什么意外险，这不为过吧？这些要求啊，不敷成本效益。你要是不答应，现在就可以离开啊。我们公司承担的风险太大了啦。啊，没关系，那就不用承担了。这老家伙比我还会算啊！想跟我斗，门都没有。总得答应。社长，谢谢你给我这个宝贵的机会，我希望也会这里实习。没有问题，来，这个是窃劫书，签下去，马上就可以出任务。啊，谢谢，实在是太好了。哈，等一下，你连看都不看就签名啊？哎，马大哥，你干嘛啦？这东西太重要了，回去研究清楚再签。哎，为什么？哎，那是我的窃劫书，又不是你的。哎，麻烦。哎，光兴，刚刚事情就这样决定了。放心啊，身为梦时期的大股东，又是你们的同袍，我这次豁出去了。不管你们做什么决定，我都听你们到的。谢谢。是兄弟就没有那么乱献。啊，对了，这件事情我希望先不要让其他人知道。可是我担心，如果我压力太大，讲梦话让媳妇知道的话，当然不可以。哎呦，先生，你看你的何太太很恐怖呢。没有，不会啊。知道的。谢谢你啊，光兴。从我家那边来坐。好的。来。马大哥真的没那么糟吧？你们年轻人就是这样子，做事情欠缺考虑，莽撞冲动，看到窃劫书就签名，也看都不看，要是被卖了怎么办？你又不知，这个人还真奇怪啊！不开灯不开冷气就算了，连餐费也没有，加班费也没有，车马费也没有，连最基本的保险都没有。我没有看过这么抠门的人，那主委怎么会认识这样的朋友啊？搞不好人家不觉得这种是抠门啊，像这种有钱人啊，觉得这种是一种节俭或是精打细算。哇！啊哈！
好。小千姑姑，你这话意图所指哦啊？我哪有啊？我只是觉得沈叔叔应该是不会介绍有问题的公司给我们才对啊。对啊，那是我叔叔介绍的哎。好，没关系啊，你们就是这样子了。我苦口婆心劝你们，你们就是不听了、啊，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看来啊，你们非要吃点亏才知道社会险恶。我来研究一下，看有什么要补充的，再跟你们说。叶杜文，马大哥他这么担心，在那里工作会不会出大事啊？没关系，你不要担心，我来处理。你要处理哦？小仙姑，你怎么了？叔叔。哦，是傻姑娘又欺负你了哦！我现在打电话给他，骂他。没有啦，是那个你介绍的征信社啦。哦，那是我朋友开的、啊，怎么样？他们开的条件很差、欸，不给我们薪水就算了，连保险不帮我们保。这样子哦，那怎么可以这样子呢？啊，小仙姑，这我来处理啊，你先去休息。好啦，拜拜。我过去处理好了啦，啊，拜拜。拜拜。来，沈董，请喝茶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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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沈董来是有什么事吗？哎，这个啊，是这样子啊，那个赵雅芝啊，来您这边实习啊，所有的餐费还有交通费，通通由我来出。那就好。有沈董一句话，所有事情都好谈啊。不过我有一个要求了啊。什么要求？就是不能派遣他们危险的任务，还有一定是要最轻松的，让他们体验一下就好了嘛。那有什么问题？我一定派啊最轻松的给他们。不过沈董啊，你对这个赵小姐这么好，你是不是有想要追人家？胡社长，你不要乱想啦！赵雅芝是我屋檐的媳妇呢，我也把她当作自己的女儿。胡社长，我们两个是不是好朋友？哦，那是当然啊。是朋友的话，你就帮我一个忙，不要让我失望。OK， 来来来，喝茶。麻烦你了，胡社长。我不知道他会穿什么衣服下来。嗯，对啊，还特别去买。噔噔！为了成为可爱傻乎的女神啊，我一定会努力争取这个角色的。雅芝，你这个这样穿不像女侦探啊，你这样穿有点像电梯小姐。真的啊，你那问题是出在帽。你不觉得吗？给你们开，不好意思，三楼。啊，三楼是三楼是吗？啊，等一下，你自己多想啊！你自己多想啊！你快去！哎呦，你有没有考虑就换穿轻松一点衣服啊？你要跟踪人，应该穿点简便的吧？对啊。嗯，可是班长，我为了离侦探近一点，我好不容易挑到这件衣服哎。你穿这个衣服，你还没追到人，你就已经中暑了。这种天气穿下来，热死了！我跟你讲。哦哟！可是赵老师，你自己一个人去跟踪会不会太危险？我跟你说，你放心，我找素娥陪我跟踪。所以小军姑要跟你去？对啊。那就 OK， 那我就放心了。一个人去有问题，两个人去 OK。可是雅芝，你确定吗？这不是一般的训练。班长，这没有什么好危险的啦，就只是跟踪而已。可是如果你被发现的话怎么办？我会发现，我就跟他说我不是狗仔啊就好了，然后就被他修理了、啊，对不对？不会，上一次学员班长也是这样讲，那个也没有冲过来啊。那是我们人都好不好？啊，电话，等一下。喂，市长你好。啊，你说那个窃结书啊？窃结书现在目前的状况，我们是阿忠，
明天出任务吗？啊，算太好了！你说那个切结书，我已经把它签好放在我的桌上了哦。谢谢你，师长。哦，师长，谢谢你给我这宝贵的机会，祝你好梦，晚安。你答应了？对啊。我跟你们说，我呢还要叫素娥今天晚上陪我睡，明天早上我们一起出任务。好了，就这样子啦。那你们关。晚安，谢谢光临。我就是电话。你确定他这样可以出任务吗？对啊。我跟你说，还是适合演弟弟小姐，真的。跟着客人上，跟着客人下，跟着客人上，跟着客人下，就是这样。对，就是关开，关开，关开 ，OK 的，可以，没问题。人家说啊，做工的得工价，我会啊。每人每日支付你们1000元。另外啊，每人都还有保险。真的吗？谢谢社长，太好了。这个是你们两个今天的任务。哦。照片上这个男子啊，每天早上11点会出现在便利商店买一份报纸。你们要确实记录他一天的行程，每一个细节都要。啊。包老师，你放心啦，我连他走几步路我都会记得的。当该男子啊回到家以后，任务就算结束。这个男子家的地址啊就在上面。可是我们为什么要调查他？啊？他做了什么事，所以我们要跟踪他？你问这么多干什么？好奇心太重对你没好处哦。来，站起来。最后啊。这是我们公司的传统，看着啊，女人我最大，男人呐、啊，撇屁错啊，知道吗？1、2、3，坐。女人我最大，男人撇屁错，好，很好。
王鑫。哇，你那个今天很美。谢谢。哎，先说好，今天结束之后，我要躲在你们两个后面哦。一切事情你们自己去解释。好，知道。那我们开始吧。哎，等一下，小鱼那个头纱准备一下。好。头纱为什么要有头纱啊？虽然说简单拍，但是拍婚纱怎么可能没有头纱？谢谢你啊。谢谢啦。先说好，今天两位禁止再跟我讲谢谢两个字。小鱼麻烦你。谢谢。来，两位进来一点。快点。好。这边。OK， 好，来背对我，分开一点，然后很好，手牵起来，慢力左边一点，左边，王曼丽，是你叫我左边一点啊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的错，我不应该叫一个左右不分的人左边一点，快点，那把他拉进来一点，哎，那个打光板的他们点哦，靠近一点，来，靠这边。OK， 很好。哎，你怎么没有喊一二三？自然啊，今天呢，我会捕捉两位最自然的每一刻。好啦，来换个 pose， 很好。来，再换一个。宽亮，你笑太僵了啦。来，曼丽，亲他的脸颊。好，两个手，一只一个举，又一个举左。好，来换个 pose。今天一大早，婚纱公司就打电话来说，他们把婚纱全部退掉了。退掉？我原来都知道。当然了，你错都马记得，我们说好彼此都不会消失。听说你昨天去跟踪一个人，今天还要去啊？那是当然了，要去啊！我呢，因为很努力、很努力的实习，拿下那个剧的女侦探的角色。我看很多侦探的电影。可是我今天就是一直走路，一直走路。如果你觉得很无聊的话，那就不要做了。那个月老人版的签名是你签的？是啊，我想说让事情顺利一点。啊，你别给人啊，没给过我送你。沈焕金都有人货，都一定要给。你这样算下去，夏威夷还是去大溪地度假？我还想把事情做好，不是要有猪队友。时间它一直走不停留，沿路多少青春埋葬在里头，岁月刻画的伤在你眼眸，重复着期待又失落，我们都懂了，人生总是煎熬。